是小孩，这个是妈妈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用白胶来做史莱姆。所以，我们开始做吧。史莱姆，这是做比较难的，要长远一点。你要不要到厕所旁边？不安全。还是帮你搅拌了，真好玩哎！我的面，爆不爆吧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爆不爆？是啊。你那我爆不吃的爆不爆了要？对啊，一下嘛。那个我吃过葡萄，然后我家有大伙伴，给我。好，他们给你。我们就好了。抽汤圆了吗？我现在做别的了。哦，你太好手艺！哈哈哈！你看我艺的手艺。对。哎，我教大家怎么做。停车场，我得停车进去哦。嗯，还有停车场，停车场。嗯，我捏住了。嗯，好好玩呢。噔噔，看得到我吗？看不到。吃了。哈哈。看得到我吗？洗好，我鸡都洗好了。哈，今天史莱姆好玩吗？好玩。拜。你来看看我的超级绝招吧！嘿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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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痒哎！怕你这样把它浇上，咕叽一下。你不觉得很痒啊？是，怎么要玩交叉那估计也很痒哎。你在玩什么？自然分分，那我不自己接手玩交叉估计啊。这样子真的很痒哎。会哦。对啊，对不对，丹丹？